大家好，我是来自 Golden 3P GDC 4的小刚。小刚现在就在这个飞机场哦 ，KLIA 2的这个天梭 T Shot 的 boutique 这边哦，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全新 T Shot PRX 哦这一款表要怎么样去选哦。话说哦，只要抓得住腕表消费者的心哦，什么表都会卖得大红大紫。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的哦。那今天这个 T-Shot 啊，天梭这个 PRX 哦，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哦。那正所谓这个 Q 不怕狗，最紧要手。为什么小刚会这样子说呢？那小刚在这之前啊，也有讲过这个 PRX 的影片啊。那有提到过这个 PRX 啊，其实根本就不像那些很多不懂表的人啊，就说他抄什么 AP 啦、PP 啦，或是什么 VC 那个什么纵横四海那一些啦，其实哦不是哦，那 T-Shot PRX 哦这个表啦，它的样子啊，其实是70-80年代那个时候哦，其实就已经用了这个细煞的名字啊来出过这一种设计的哦。那你看图就知道，那当时这个小刚也有在之前的影片一直都有提到哦。那当时候其实很流行这一种设计哦，所以你看那种甚至是奥米加、欧米加这种 Omega 啦，它这种古董表那个 Seamaster 啊，其实你都可以看到哦，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这一种设计的哦，这种一体式啊，甚至是表链这种设计啊，真的是好像只换了一个怎么说一个 logo 而已哦，那几乎真的是。哦，那个样子是非常的相似哦。那直到现在啊，由于这一种顶级大品牌的号召带领之下哦，这类型的这一种复古运动风格啦是越来越火哦。那天梭 PRX 在这个亲民价位这一种入门瑞士名表中可以讲是脱颖而出啊。那还有比起这个同级的对手呢又怎么样呢？其实我小刚啊，其实可以看到这种同级啊比较。接近的这个对手是这个哈米尔顿，这个 Hamilton 的这个 Intramatic 这个 Chrono， 这个最近也是近这几年所出的这个一款计时码表，也是非常有这种复古味道的这个熊猫盘的这个计时的这个表款。那天梭的公价定在马币7000多哈、哦，那在折扣前的这个定价，那也成为。这个在入门名表的计时表款中呢、啊，其实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款表哈、哦。那今天小刚来帮大家快速的分享一下这款入门表哈、哦，那几样你要知道的事情。那第一，这个表径哦，三针之前的是40mm 哈、哦，现在最新这个计时表款则是42mm 哈、哦，多了这个2mm。不过要提一提，这类型一体式链带的表哦，上手这个视觉感呢、啊，给人看起来哦，会比纸上写的这个规格感觉来的比较大一点哦。那而且厚度也有。它的厚度啊，你从侧边去看哦，是明显会看到不一样哦，就是这个三针跟计时比较起来的话，那计时的这个 PRX 它的厚度大概是 14.5mm 左右哦，那计时这个款啊上手哦，比这个三针的看起来会更硬汉，更有风格哦，那表盘用了这种拉丝处理啦、啊，更多那一种。钢铁机械风格、哦、那三针呢在这个计时旁边呢比较起来的话、哦、就你就瞬间呢它感觉是斯文很多、哦、不过三针这种格纹式的这个表盘、啊、就是这种 tapestry dial、啊、好像在这种比较高级表的那种 AP 你会看到是这个计时款、哦、它是目前是没有用的、哦、是我个人小刚非常喜欢的一个特色、哦、真的很有那种高级的这个质感、啊哦、那重量方面呢当然计时款呢会比较重手感、哦、以上的分析呢就看看大家比较喜欢哪一种风格、哦第二要提一提表盘、哦、也就是腕表朋友说的这个 Panda 熊猫盘和这个 Reverse Panda 反熊猫盘、哦、那反熊猫
反熊猫盘的这一款，你看照片哦，其实它像蓝嘛，可是实表你拿在手上哦，大多的情况下哦，它都比较偏向黑色了，就很深的那种颜色啊、在特定的一种光线下，你把玩了就能看到它反射出的这个蓝色哦。那你看小刚的影片就看得出，算是很有特色的一种表盘了。那白盘的这个，也就是大家常常说的这个熊猫盘啊，可是它这个刻度和指针啊，全部都是配了这个玫瑰金的这个色调的哦，不是这种白杠的这个颜色哦。当然有些朋友就好像我小刚自己这样子啊，只是我个人的这个喜好啦啊、我有些朋友也是不太喜欢这种白盘中哦又掺了这种玫瑰金的这个色调哦，所以这个也是需要大家去考虑的一个因素之一啊，那不要买了回来才后悔买错这个颜色哈、哦，那因为每一个这个熊猫或是反熊猫都有它自己本身的这个特色哈、哦。那第三是价格对比哦，要怎么样去选择哦？这里小刚来提一提，如果你今天手上预算是比较高的话，而且真的是还没有拥有过，也没有手上也比较少这一种计时码表的这个表款这种手表。哦、当然可以直接考虑拿下最新的这款 PRX 计时这个表款，但如果你只是喜欢它的外形哦，这款 PRX 的这个外形，但而且你又不想花太多的这个钱，其实你可以考虑这个石英，这个就是我们所谓放电池这个 Quartz 的这个款式哦，那个这个款式确实价格非常的亲民哦，你就可以拥有这种一体式链带的这种 PRX 的这个表款的造型。但如果你是想有一个妥妥当当的这个高性价比的这种机械表，又可以百搭日用，戴起来在手上呢，是算是舒服也不会厚重的这一种，那我建议你可以直接拿下三针的哦，因为三针款呢，之前小刚也做过测评，不论是在这个厚度的重量哦，都比这个今天这一款计时表款哦，其实是更有优势哦，而且这个三针的款目前是还有这个绿色这一种格纹式的这个表盘哦，也是刚我提到的一个非常高级的一种设计这种特色啦哈、哦。那第四，小刚刚讲一讲机芯哦，那这款这一款计时的表款呢、啊，它的这个机芯哦，用的是这个从这个 Valjoux 7753这边改过来的哦，其实是所以其实它不像原本这个7750啦、啊，它是可以用这种表冠啊龙头哦，是可以直接调这个日期的嘛，所以7753哦，你是看到它是可以这个表科啦左边的这个插孔这边哦，你看它有一个洞嘛，这个就是拿来单独快调日期才可以用到的哦，稍微是比较有些人就不太喜欢，因为比较麻烦嘛。那我个人小刚是觉得其实还好啦，看你怎么样去玩哦这一只表。那有些人觉得它的这个乐趣就比较高了这样子。那非常标准的这个性能 ,4Hz。28800的这种现代的这种高频的这个机芯，动力也是非常标准，60个小时哦可以到达，而且是用 4Hz 哦。那而且再来就说到它的打磨也非常的到位哦，这种鱼鳞纹啊，你都可以在甲板上哦，全部都可以看到哦，哇，非常美的一颗机芯，而且上链这个摆脱它这个镂空的设计啊。哇，是非常的热血哦，好像这个黑黑的这样子弄的是就非常的有这种热血感哦。那单向上链的这个系统啊，所以你一摇哦一晃的时候，它这个空转的这个时候啊，看着这真的是很爽啊。那三针啊，用的是这个性价比这个比较稍微比较高的这一款80个小时动力的这个 Powermatic 的这个机芯啊，但是它不是 4Hz 的这个高频的机芯哦，那所以动力它就可以拉的比较长哦，就是我们讲的这个80小时的这个动力哦。那刚提到嘛，那颗计时的这个 4Hz 28800平均力是60个小时的动力哦，那三针款的这个价格呢，它当然也低很多，所以自然也不具备什么那一种就是你在计时款看到的这个这种高级打磨的这种工艺咯。那小刚分享一下最后我个人的这个心得啦，小刚我相信对这个这一对啦这种计时码表啦
跟这个三针 PRX 啦 Powermatic 哦，都是一样会热卖哦，都是大卖了。那毕竟还是这一种复古灵感的这个设计和这种一体式的这种表链这种设计啊。第二，则是有这一种平易近人的这个，就我们所谓亲民价位的这个这个价格啦，让喜欢手表的人哦不。真的是不用花上哦，这个上百万啊，或是几万块哦，就可以买到这一类型这种热门表哦，这种设计啊，我个人小刚是非常推荐大家去亲身去玩一玩看一看哦，我们下期再见，我是小刚，拜拜。